这个首相真是百年一遇啊，这个三宫饱满，像个三个小土包一样啊。这个福运深厚，运势根基不错啊。更少见的是这个掌纹呢，既是断掌的生命线分开的，又是穿掌的格局啊，真是少见的纹路啊。加上这个金星丘饱满有力，能够支撑起这么霸气的纹路格局啊。既有断掌人的这个坚强意志力、好胜心，也有穿掌人的这个思维格局啊，不纠结不武断，很好的规避了断掌人的独断专行的缺点呢。那么四指严丝合缝，有土人的稳重勤劳，婚姻呢在婚后是一个持家有道，管理家财啊。这个巽宫的饱满呢，代表财运非常旺啊。这种明显的鼓起来，这种啊，即使有纹路干扰呢，也无大碍啊。小指水星丘呢，也是饱满，伴有很多财运线呢，沟通能力是非常强，口才一流，对赚钱的事情啊非常上心啊，也非常的敏感，往往能够先人一步啊发现商机。和财运线交叉的有一条这个帮扶纹，基本上弥补了这个事业线的不足啊。人缘好，多贵人帮扶，主要是穿掌的格局